就是认识这不变的真心了。那我们要说真心在哪里呢？那么佛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开示很清楚，楞严经里教我们明心见性的啊。那此地呢，大师呢，开口就道，圣贤之道为成与名啊，要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。那么拿镜子做比喻呀，我们还要来学习一下啊，因为我们要跟生活当中啊，相吻合，就是佛法呀，能要在生活当中，在我们啊每天接触的一些六尘境界，在这里面觉悟啊，跟生活很贴近的，没有离开生活。如果说我们离开生活了，我们就要去悟啊，就要去觉察呀，啊，可能是啊有点悬了啊，脱离现实了嘛。镜子的本体呀，好比是真心本性啊。镜子里面现的所有的相呢，好比是十法界，这样理会哈。为什么我要反复跟大家这么讲呢？让你明白啊，我们一切众生啊，皆有如来的智慧德能啊，跟佛是一样的啊。真心好比镜子，那我们通过眼睛看到外面，耳朵听到外面的声音，鼻子嗅到外面的香臭味道，身体感受冷热滑舌啊，心知道善恶是非，一切通通都知道，那就是真心所现的影像啊。那么佛说我们这个真心能现多少呢？能现十法界，各位听懂没有啊？就像镜子能现一切山河大地人都能现出来一样啊。那个十法界哪来的呀？真心起用所现的，所变现的啊。那镜子里面那个人哪来的呀？镜子能现呢啊，你在镜子前面，镜子就现出来你的像了啊。谁到镜子前面，镜子就现谁的像。但是我是男的，镜子就现男的像，你是女的就现女的像，你长得帅呢就像啊帅的像，长得丑呢现丑的像啊。各位，那镜子里面有没有美丑啊？有没有男女啊？没有，那就叫真心本来无一物啊，他没有，他是狐来现狐，汉来现汉，他能现，但是他本来没有啊。我们就要觉察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要觉悟到这一点啊。但是我们不用心的聆听啊，啊，去用功夫啊，可能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睁开眼睛就看外面，让我们回头啊不容易啊。所以皈依就是回头，依靠什么呢？依靠自信啊，自信，认识自信叫觉呀，皈依自信觉，觉而不迷呀。依靠外面不就迷了吗？依靠自信是觉啊。所以我们在三皈依的时候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，皈依佛是觉呀，觉而不迷。为什么？识本心，见本性了啊，真心本性所变现的六道十法界不是真的啊，是他变现出来的。要不要执着六道十法界啊？不要执着，要超越呀。十法界是心照的呀，觉跟迷照的呀说佛法界你也不可以执着，所以叫超越法界。为什么？恢复本来面目。为什么要我们念阿弥陀佛？念阿弥陀佛就超越六道，超越法界了，而我们不愿意念呢，不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大家学了以后啊，懂了，你就老实念佛了。为什么？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呀。
啊，这六凡四圣都是你的真心本性起作用所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可不可得呢？通通不可得。那你执不执着呢？不执着。不执着也不分别也不妄想的，啊，那么就是本来面目。好，说拿镜子呢来做比喻啊，比喻我们的真心本性。好，明知一智乃纯养醒察啊，从凡至圣之达道啊。这个纯养的纯呢，是讲我们的纯心啊，养就是修养，醒就是反省醒察啊。我们要是不断的在这里面啊纯养反省啊，我们就可以从凡夫达到圣贤的果地啊。这是把超凡入圣的原则啊原理呀，啊，给我们指出来了啊。所以说怎样是凡，怎样是圣啊，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啊。然在凡夫地呢，日用之间万境交集，一不省察难免种种违理情想啊，瞥而生啊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前呢是个薄地凡夫啊，既然在凡夫地位中，我们很少会用成名的功夫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认识这个心性啊，不明心性啊，那心性一起作用，一看到外面马上就被外面的境界给转了，所以那个明的功夫啊，醒察的功夫怎么能现前呢？你被外面境界转了就叫不觉啊，就叫迷惑了，迷惑就叫愚痴暧昧了，没有光明了。就像我们想人似的啊，各位想人苦不苦啊？哪来的苦啊？想他吗？怎么想的呢？哎，一念一念的想他啊，就是我念念不忘他，这就叫迷了，不觉，这叫愚痴暗昧，被人控制了。你想人家就被人家控制了，你想物呢，你贪恋物呢就被物控制了，你想好事呢就被事给缠缚了啊。我们没有醒察的功夫，就被外面的人事物给束缚了，给迷惑了啊，那我们就叫凡夫了啊。我们的功夫怎么能够现前呢？啊，我们念念贪着人事物六尘五欲呀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一不觉察就会做错事啊，一不觉察内心就升起了愚痴烦恼，就是贪嗔痴妄等等的邪念，忽然发动了，这是意业啊！我们每时每刻都发动贪嗔痴慢妄想这些念头啊，内心动了呢就叫意业啊，身动了口动了就叫身口造业啊，免不了啊那个造种种的罪业啊。为什么有这些呢？因为我们没有觉察啊，如果能觉察呢，就不会有贪嗔痴妄了啊。我们想想看呢，哎，有几个人会用呢？啊，会用觉察，就是我们常讲的提起观照的功夫啊。观照的功夫叫觉察啊。那么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哎，佛就给我们讲啊。
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是觉察的功夫现前了，啊，才知道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的。啊，如果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以经训的标准观察内心、外境，啊，绝不会起贪嗔痴妄，这叫成与明啊，啊，这叫行菩萨道啊。楞严经里面有两句经文啊，讲啊，观相圆妄，观性圆真啊。你看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观相圆妄，观相就是妄，相是假的叫妄，观性的圆真，性原本就是真的，啊，这八个字呢，我们要能够时时刻刻的提得起来呀，啊，境界相一现前，根尘相啊，根尘相接触的时候啊，立刻就觉悟到了，相是虚妄的，啊，性是真实的，啊，就不会有妄念了。不会有贪嗔痴慢了，这就是觉察，啊，也就是前面讲的醒察的功夫，啊，那我们大家要在这里训练，啊，那么你学了凡先生呢，了凡四训呢，他就是在生活当中日用当中来训练自己，他训练自己干什么呢？改过修善，啊，印光大师在此地开示我们的，让我们啊，成与明，就是让我们有醒察的功夫，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根尘相接，在这儿舍妄归真啊，舍妄归真啊。为什么要舍妄归真呢？因为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，一切相是妄想，不是真的，啊。那么性呢是真的，啊，要归性，不要住妄，啊，住妄就叫迷，归性就叫觉呀，啊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千万要记住，啊，不能够错会了意思。如果觉察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，这样觉察一百年啊，也还是一个凡夫，那不是，那是不觉啊，那是我们从这个相上，从事上去觉察啊。这就是啊，会用功夫啊，跟不会用功夫的区别。我们读诵大乘经论呢，哎，有没有受用呢？哎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有没有依经中的教训去做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啊，持想即生，则真心随受酷毙，啊，我们不能够觉察善恶是非利害，则真心随受酷毙，啊，佛经常讲啊，真心被无明烦恼所覆盖了，就好比说啊，那个金属啊生锈啊，好比镜子呢蒙尘啊，如金生锈，如镜蒙尘，一片天真实为人欲所蔽啊。那个金呢就是金属啊，大家知道那个铁会不会生锈啊？会生锈啊。那么镜子呢，会不会被灰尘所遮盖呀，啊，哎，当我们一有想的时候啊，各位要知道啊，起心动念有妄想的时候，就好比那个铁生锈了，好比镜子上面蒙上灰尘了，那就叫不觉了。此地讲那个念呢，大家要知道就是不相应的念头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啊，
学得很辛苦。为什么很辛苦呢？天天要放下放下，不知道放下什么啊，每天都喊我要放下，我全放下了，我全放下了，放下什么呀？啊，有的说我把家放下了，好像要离家出走似的，说放下也没放下呀，因为你不知道放下什么啊。所以我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放下什么呢？放下你的妄想，放下你的执着，放下你的分别啊，不相应的要放下，不念它就叫放下了。相应的要不要做呀，各位呀？相应的要做，要保持。念佛相不相应啊？要不要做呀？要念呢。帮助利益一切大众，要不要做呀？那就要做，随顺自性啊，随顺你的愿呢、啊、你发愿度众生，那你怎么不做呢呀？整天打妄想不去干不行。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你就是帮助利益众生了，这叫相应的。做完以后还要放下，何况我们每天想的都不相应。什么叫不相应呢？哎，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呐、啊，妄想纷飞呀、啊，这些念头通通都要放下。相应的做完也要放下，不相应的通通都要放下。如果你不放下呢，哎，这真心就被固蔽了啊，固就给固定了啊，紧固起来了啊，给遮蔽了，就像云蔽日一样啊，就像铁锈啊，把那个金属给包裹起来了，不见这金属的本来面目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蒙尘呢，比喻作贪嗔痴无明啊，有了这些东西，一片天真随被人欲所蔽啊。这个意思呢是讲啊，五欲六尘把我们的真心本性给盖覆住了啊，所以你的自信啊跟佛是一样的，但是佛呢没有无明了，无无明，没有无明啊，人家智慧现前了，知道啊本来无一物，有无所得啊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凡夫位，叫薄地凡夫啊，没有成也没有名啊，因为我们不识真如本性啊，就迷了真如本性了，不见真如本性，没有成就没有定，没有名就没有慧，定慧不能现前，怎么能了达实相呢？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追逐妄尘境界，来障蔽你自己的真心本性，就好比扬尘一样啊。我们啊，顺风扬尘，扬起来灰尘，大家说灰尘会不会障到我的身体呀、啊？哎，我们就是这样的，不觉就是每天在那扬尘，来害你自己，来障碍你自己啊。镜子上面有灰尘了，就不会照到外面的一切了啊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就好比是把镜子上面的灰尘给它擦掉一样。心地的灰尘是贪嗔痴慢啊，这些障碍我们的智慧。镜子上面的灰尘呢，就障碍镜子的光明不能现前啊。而凡所作为，贤师其中正矣啊。我们的所作所为呀，失掉了中正啊，都是偏的，都是邪的啊。既偏且邪，就落于小人肆无忌惮之一路。啊，我们想一想啊，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呀、啊，是不是偏与邪呢？哎，要说我们偏见，哎，我们就不高兴了啊；说邪行呢，哎，我们也不高兴了
自己要检点自己呀。如果自己时时被外面境界啊牵着鼻子走呢，如何能得到忠于正呢？啊，自己要明了啊，要晓得，哎，我们要承认啊。那个学佛呀，他讲诚吗？啊，真诚吗？啊，要勇猛吗？啊，那佛是大英雄啊，那我们要向佛学啊，我们敢于承担，敢于承担啊，你错了你要改呀。我们现在是不承认自己错啊，我们学佛呀，你看现在学佛的多可怕呀，学佛的很可怕呀。为什么？哎，有法慢，法慢，我会念经了，我会讲经了，然后拿这个经典去照别人啊，照照，通通都不如法，这个破戒，那个不如法，然后整天搞这些斗争对立呀，团体不和呀，不学佛大家都是兄弟，一学佛冤家呀。你还笑呢，为什么变成冤家了呢？就是共高我慢吧啊。然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而我们偏偏在那搞一个你高我低啊，把人踩脚底下去啊，然后踩不下去，能踩下去吗？本来如是呢，然后就是自寻烦恼。各位是不是这样的呀？要么就迷信佛迷惑颠倒，要么就我什么也不信啊，爱咋咋地，要么就搞斗争对立，团体不和，修这个法门的跟那个法门的不合，就格格不入啊，各位啊，啊，就很可怕呀，啊，有的见面都不说话，或者钥匙走了，得离他远点，好像他是特务似的。国内国外普遍存在这个问题，啊，都不能沟通，沟通不沟通，就很可怕。所以我们呢都顺着自己的意识走了，而没有随顺诸佛圣贤的教训啊，这不都偏了吗？偏了不就邪了吗？离开了中跟正了，中跟正就是要相应啊，中是中道啊，正就是与自性相应啊，你跟自性不相应就叫偏邪，偏邪就是我执我见，有贪嗔痴慢了，就是你搞团体的意识也不行，啊，我们十个人一伙的都不行，知道吗？不可以有小团体的意思，不可以有自私自利的心，啊，为什么？平等不二啊，啊，一切众生平等不二，啊，叫佛菩萨啊，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啊，苦海渡迷津，无差不现身啊。他说他不是说哎呀这个善人让我救他啊，念观世音菩萨让我 要菩萨救他，菩萨就去救他，这个恶人祈求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你个恶人我不救你，那就不叫菩萨了。菩萨是你善人他也救你，你恶人他也救你，为什么恶人他也救呢？因为恶人他也要度啊！你不学了凡四训你就不知道善恶吗？所以说菩萨要救你啊！印光大师不就是菩萨吗？让你学了凡四训，让你断恶修善啊，让你每天啊用功过格来啊检查自己行为啊，是功还是过，你每天积功啊，啊，积功了过就没了呀，啊，所以菩萨是平等的大悲，啊，无缘大慈，所以要跟佛菩萨学，啊，勇于认错，勇于改过啊，这是
超凡入圣的根本啊。那么大家知道修行干什么呢？哎，认错改过，这叫修行啊。不要搞得天花乱坠的，毛病习气一大堆也没有用啊。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六大烦恼你没断啊，你说什么都没用。为什么？烦恼心生的要从心来灭，叫灭一切烦恼。烦恼灭掉了，你的心不就清净了吗？清净是你本来的面目，佛说法就是帮助你恢复本来的清净。清净就叫自在啊，自在没有障碍啊。所以佛菩萨是无碍的法界，我们是在六道法界里面有障碍啊。什么障碍？有烦恼就有障碍啊，有不觉有苦就有障碍啊。所以说要超越法界呀，要随佛菩萨学呀。若不加一番切实功夫克除净尽，则愈趋愈下，莫至底极，徒具作圣之心，永沦下愚之队，不可哀哉呀。祖师呢这几句话呀，都是为发心想学圣贤的人所讲的。既然发心想学圣贤了，就一定要做切实的功夫。这里注重在切实两个字。就好比说学弟子规啊，大家说弟子规是念的呀，还是让我们去例行啊？现在是例行啊，还是光读诵啊？最简单的，我们是读的呱呱叫，一条做不到。啊，是啊，啊，读得很熟，但是一条都做不到。啊，看我们的行为还是老一套，还那样子，没有真正改变过来。啊，这就是。光说不练没有功夫啊，要切实啊，就是要用功夫啊。克除净尽，克除五欲六尘偏邪之见，不但要除，还要除得干干净净的啊。如果不能够啊把这些偏邪的之见去干净啊，就愈趋愈下啊，没有底极呀 啊，那我们就叫堕落了啊。你说堕落很容易呀 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各位我们现在是不是堕落了呀？堕落成凡夫了。成凡夫了，现在我们有福报啊，我们能闻到佛法，各位能不能转回来啊？哎，佛法就是帮助我们转迷成悟，转凡成圣，转凡夫成佛菩提的啊。怎么转？经典里面教得很清楚很明白啊。你看时间又差不多了啊，我就说只要一上课时间过得特别快呀，啊，那也没办法了，今天只能到这里了，因为不能耽误你们回家打妄想去呀。